我仍然很想跟你一起，但是 我做第三者，即我是會这樣的。那我覺得這件事是不 make sense 的嘛，但我說得出口咯。今集 Talking Point 有我張文嘉。我想我以前是對愛情勇氣大一點，即我覺得不要緊啦，即有得即戀愛是一件很轟烈的事來的嘛 suppose。 但是現在其實可能相對兩樣東西我都是會戀愛大一點，但我已經有猶豫咯，即我會卻步咯對很多東西，可能我會因為我是都幾即幾唔諗去拍拖嘅人嚟，即係我唔會諗將來咯。我唔知點解。咁但係對好多女仔嚟講，佢哋會諗好多，佢哋會啊呢、這個人值唔值得托付終身先至開始。咁我以前係唔會，我只覺得咁開心咪一齊想開始咪開始咯咁。咁但係當然你咁樣會碰好多釘啦，你咁樣會遇到好多好搞笑，即係我成為搞笑嘅事啦。但是現在的確會是有些卻步的，即我覺得好像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一起開始，但我仍然都要相信一件事，就是你可以不信，即我這句我經常都說你可以不相信一個人因為他騙過你，或者你可以不相信某一類人，但你不可以不相信愛情本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即是對，所以我覺得你問我是否完全失去愛情勇氣，不是，只不過我覺得我現在是的確是有些退一退的，但相對工作就因為我退嘛，那我的心情就唉，中工作就試下勇敢一點啦，就是我覺得挺有勇氣的，就是我不即對方其實我本身是女朋友，那對方再即有第三者之後，咁佢就同第三者一起，然後我主動去提出，不如我調翻轉我，即我仍然好想同你一起，但我做第三者，即我係會咁樣嘅喎。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唔 make sense 噶嘛，但我講得出口咯。咁當然最後我冇做到啦，即我覺得其實即人哋都一起咗，而且對方係。即最好笑就是因為個男仔係唔介意，佢覺得啊，咁如果你真係好想同我一齊，咁你咪夠做第三，即繼續同我一齊咯。但係你已經唔係正，即唔係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你已經唔可以做正式嗰個女朋友啦，因為我已經同咗呢個女仔一齊。但我同咗呢個男仔一齊多一段時間，咁我就覺得其實都完㗎啦，那個緣分即唔需要去咁計較。但我嗰一刻就會做啲好傻好傻嘅事咯。如果他有第三者，其實我都是有少少隻眼開隻眼閉嘅，即我覺得你仲肯 stay 喺我身邊，我是覺得 OK 嘅。咁當然呢個真的 play 到自己很 low 啦，我覺得你唔係個個女仔，我不是話唔應該，唔係個個女仔會咁做。我而家都未必會咁做，以前嘅我會。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因為我係好淡，我覺得自己好似我先係第三者，咁我覺得冇得咁講，因為第三者始終係介入嘅人，你哋本身一齊，咁第三者就係介入你嘅人咯。咁但係我點睇第三者，我就只不過覺得，如果你要同佢一齊，其實你肯俾佢喺你個即喺你嘅感情世界裏面出現，其實我就會反思究竟你係咪真係咁中意我。即如果你夠喜歡，其實你不會用他有這種時間，但是 我以前就會覺得我很害怕失去，我很害怕沒有了這個人，所以我會有他，即我會覺得那些第三者自己會排，即會排走的了，即如果他夠喜歡我，他就會叫他走咯。我是不是很容易發瘋啊？其實如果你是我男朋友，我都我想我那種發癲不會直接去撻落你身上，我會自己在那裡很糾結，這個是我最
最大的感受，因為以前都會覺得哇，你咁敏感，你咁容易知道啲嘢。咁但係講真的，我真係好，我從來都唔會話哇，我發現到你偷食嘅 message， 我砰一聲，我好少，真係好少，我只會吞咗自己個啖氣，但我人係好辛苦，但我仍然都處於一個好冷靜嘅狀態咯。咁我每次其實都好 sensitive 嘅，即係通常對方都會 sense 到我唔出聲，或者佢會知道自己，唉死啦，佢應該見到啦咁樣，咁佢就會嘗試解釋。咁但我都會同佢講，算啦，你唔好解釋啦。其實我對我嚟講，我唔想追究咯，即係我覺得追究好辛苦，我中好憎嗌交嘅，其實我好憎好憎嗌交，因為我覺得嗌交係好無聊，同埋係你永遠冇止境就停噶。咁我之前成日都吞聲氣，所以我發癲嗰個狀態就係、是、每次都係得我自己一個人，我就會即係我會自己去處理咗嗰個情緒咯。而呢樣嘢我係覺得好辛苦啊，因為所以 that's why 我好怕，我而家好怕去再開始一段關係，係因為我知道自己係一個都幾敏感嘅人，我會知道一啲嘢，但係我會唔會同你爭拗，而我會自己處理咗。咁但係呢個係我辛苦嘅嘢。一個